那时间差不多，我们就赶快就坐一下。那我们今天很开心可以请到邓东坡邓老师来。那我跟他其实是在湖南就认识的，我们是打羽毛球认识，打羽毛球然后去吃火锅认识。那我认识他大概四五年。
然后从他的脸书上面有学到非常多的东西。那其实我来这边工作之后，我就一直很想说，看有没有机会可以找他来。那正好之前院长就跟我提到，他去一个研讨会遇到邓老师，他觉得他的研究非常有趣。那我会希望说，不过对他来说今天蛮难的啦，因为我有跟他讲我的期待，然后院长也有讲他的期待，所以他必须要达成我们两个期待，然后要考量到各位同学可能对于这方面的知识有的程度的问题，所以对他来说今天是还蛮困难的一个考验啦。不过我相信他演讲经验很丰富，应该可以克服。那我们现在就把时间给邓老师，那希望你们听听之后有什么问题都可以尽量发问。好，各位好。那我刚刚从外面走进来啊，有个错觉，就觉得这个演讲好像很多人的感觉，因为后面站了一个人，那发现前面都没人。好。那谢谢王老师的简短的介绍，我其实就不多做介绍。其实现在的时代啊，不用自己介绍，你只要在 Google 上面的马云之 Google， 你就大概知道这个人大概在干嘛。好，那刚有跟王老师聊了一下，听说你们大学的时候地理资讯都是必修课程，所以你们对地理资讯系统应该是非常了解。哦，为什么特别要强调地理资讯跟地理资讯系统？你们学地理资讯系统跟地理资讯其实有点两码的事情。在现代的观点来讲，地理资讯系统呢，很多人的教法里面大概都是会教把你们教会那个软体怎么使用，大概就结束了。但是对我们来讲，不仅是这样。那我会从另外的观点去看，大家知道地图嘛？地图是根据一些数学的法则，把这个地球表面上面的现象，把它画成2D 的环境，然后展现在一个平面的环境上面。那地理资讯呢，其实是这个地图的基础。就是说，这些资讯呢，怎么去整理跟这个整合呢？事实上，可以透过地理资讯系统的一个环境。那地图的本质呢，事实上是地理资料。好，那所以呢，如果我们把它想再广义一点的话，地理资讯呢是什么？它其实就是呢，任何的资料只要呢有地理参照，我们称为地理资讯。那地理参照又是什么？最简单的例子就是 SY 坐标嘛。啊，大家知道这个经纬度坐标，或是可能知道那个六度，这个二度分带坐标啊，哦，等等不同的坐标系统。好，那除此之外呢，地址啊、邮地区号啊，哦，还有任何呢，你可以把这个资讯呢 refer 到这个地表的任何一个位置上面的资讯呢，都称为地理参照。那只要这资讯有地理参照呢，其实都可以称为地理资讯。哦，因为我等一下要讲的内容呢，跟你们在地理资讯系统里面学到的东西呢，可能完全不一样，所以我必须要先让你知道说，我想你的地理资讯范围有多大。好，好，那所以呢，要问各位，今天有打卡举手？都没有人打卡，你们都不打卡，还是不好意思讲，这都没人打卡。台湾的 Facebook， 台湾人在 Facebook 上面打卡呢，是全球大概前十名，哦，应该前五名都有可能。哦，那有人打过这个卡吗？哦，你们很少出国是不是？啊？也没有打过这个卡，没有。哦，好可惜哦，下次你出国的时候啊，认真找一下这个卡的地点在哪里。哦，好。那你们会常在网络上面分享照片吗？很多人吗？没有分享过照片，你举手。大家都分享过照片嘛，对不对？啊，哦，但是呢，很多人可能有很多数人可能在 Plunk 上面 po 文啊，或在 Facebook 的 po 文，台湾人啊，大概比较少人在 Twitter， 有 Twitter 账号举手，真的很少。有推的人很少，哦，那多数台湾人呢，其实比较习惯用 Facebook 或是 Plunk 这样子的环境，啊，推的比较少。那这是推的这个，好，那这些资讯呢，事实上都是地理资讯，哦，所以呢，当代的地理资讯呢，事实上有很大的不一样，有很大的转变。那这个转变呢，我下面几张投影片会跟你讲说，产生了什么样的转变。哦，第一个就是 Win 上面三张投影片里面告诉你的事情是，这些这内容呢是从社群 social media 上面呢
所衍生出来分享，大家在社群，在这个 social media 上面分享所得到的内容。好，那所谓的 social media 就是我们讲的 Facebook 啦、Twitter 啊，或是这个 Flickr， 刚刚有照片分享软体。那这些分享内容呢，通常会有很多资讯呢，会有地理参照或是地理坐标在这里面。好，比如说这个照片的 SY 坐标可以像在 ESF 里面，或是呢 Twitter 上面呢是可以夹带一个 SY 坐标，还是呢你在这个Facebook 的 Brand 上面打卡，或是有人用 Foursquare 等等，这些呢事实上都是地理资讯。那这些地理资讯呢，事实上在网络上面呢，我们是把它称之为这个 user general content， 就是使用者贡献内容。可是这个贡献内容事实上是带有地理标记。那在地理资讯的专业里面呢，又把这一个现象或是这一个内容呢，称为志愿者地理资讯。那所以呢，故事就是这样的。那另外一个呢是，这些资讯呢很容易混搭。那这个混搭的名词呢，事实上从那个15年前或是18年前 ，Weber 的时代就有在讲这个观念，也是说不一样，应用在不一样内容的这个资料呢，把它整合在一起，然后搭配在一起之后呈现不一样的效果。那这是混搭，这混搭的名词也不是地理资讯啊，最早是从这个艺术的这个观念延伸过来。那最早的混搭，事实上我们可以回到魏伯尔林时代去看，最早的混搭是这个 Housing Map， 我不知道你们的投影机为什么一直在发抖，等等这样子一直在发抖。最早的混搭是 Housing Map， 在做 Housing Map 的年代呢，事实上没有这个信义房屋吧，这种环境让你看，这是大概快要20年前的事情。可是呢，这个家伙就把这个房屋分类广告呢，跟那时候刚发展出来的 Google Map 整合在一起。那整合在一起之后呢，变成一个这样子的环境，然后就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混搭环境。但是呢，现在的混搭事实上非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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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多人啊，就是最近呢，不小心在这个一堆日本人的这个。不是一堆日本，是日本人的分享中呢，发现了一个 link， 是，前阵子新闻有报道，台湾的高中，制服地图，那这也是混搭，而现在混搭呢，事实上已经没有这么的显眼哦，大家觉得混搭已经是必备的这个，很不是必备，是一个很常见很普通的一个样子，那。地理资讯还有特色呢，现在已经进入一个就是协同合作。地理资讯的形成呢，并不是只有专业的人才可以去制造地理资讯画地图。事实上，透过社群合作呢，也可以画地图。那 OpenStreetMap 呢，就是一个很典型的案子，就是说这些人呢是透过一个平台，然后大家呢利用这样的工具呢，把一个地图完整。那这就是 OpenStreetMap。那你可以看到这个投影片里面呢，不同颜色的内容，这些不同的颜色事实上就代表一个人，即使台北一样这样的区域呢，它也是不大，你可以看到有多少人呢，在这样一个环境里面贡献他自己的地图，贡献他是就是画这个地图，然后贡献他的力量，那非常非常多人哦，那本来这个你们黄老师是觉得说，希望我来讲 OpenStreetMap， 那很可惜，今天大概不会讲太多，好。那地理资讯在当代的变革里面呢，还有一个特色是这个开放性，也就是说，地理资讯的我们要拿到地理资讯的机会越来越多，得到地理资讯的机会越来越容易。那这个过程呢，事实上必须要两个条件，第一个呢是这个地理资讯的架构呢使用开放源码，然后呢它的交换的过程呢资料的传输过程用这个开放的标准，而使得呢我们得到这个资料之后呢容易去处理，而不是一个专有的格式。好，那第二个呢是这个资料本身，我们拿到资料我们要用嘛，对不对？另外是我们要用的时候呢，这个资料本身呢是一个开放授权所赋予的资料，也就是说我要用这个资料的时候，不应该用到这个资料的时候被告的，被人家告这个侵权。好，那这样的资料呢就是开放性的资料。那这样的资料在当代越来越多，尤其是这两年开放政府开放资料的风潮底下，越来越多这样的资料。那除此之外呢，事实上另外一个转变呢，事实上这个是更早之前，在 Web 2.0
开始的时候呢，就带来这样子的转变，是线上地图的技术其实改变得非常非常快。哦，过去我们做一个线上地图，都可能要花半年、一年的时间呢，才有办法架出一个线上地图出来。现在哦，60分钟大家就可以完成一个图。为什么差那么多？因为现在的工具跟套件太多了，而使得呢这个线上地图的发展呢，事实上非常快。哦，那包含很多啦，我就不细讲。当然是Web 2.0的技术非常重要。再来呢，是那开放源码这些套件，哦，这是 Force4G 啊，就是开放源码套件对于地理资讯的方面的，现在的社群发展非常蓬勃。那这些包含的这个 Open Layers 啊，哦 ，Deep Layers 上面写，或是这个 Web Server、Chill Server 等等这些工具呢，现在都是不用钱的，你不用花大钱去买这样子的工具就可以把。过去我们可能要花很多钱、花很多精力、花很多时间、能力呢，去架出来的东西呢，现在很快我们就可以完成。哦，那当然刚刚讲到的标准，还有现在的服务的技术，就比如说 HTTP request 的技术，这个带给的这个地理资讯在线上传输呢，非常非常多的便利。那这些技术或是这些转变内容呢，都在改变地理资讯。哦，那这些地理资讯的转变呢，事实上涉及到资料本质也在改变。那我们就来谈一下资料呢，有资料有什么改变？我们就更挖深一点，挖到资料到底改变的是什么？好，当代资料的这个增长速度非常快，刚刚讲的这个使用者生产内容，哦，贡献内容或生产内容，事实上这些内容呢是非常大量的资料，所以呢各位一定听过一个名词叫 big data，big data 就是大数据或大资料、巨量资料等等这些名词。那 data 到底有多 big？哦，就是每60秒你可以看到多少这个在社群媒体上面产生的资料多少。哦 ，blog 刚刚讲的 Twitter 照片，哦 ，Facebook 上面的这个资料，哦，然后这个你在这个 Google 上面所贡献的这些 email， 哦，查询这些资料，事实上呢都是这个 data 的一环。那全世界呢，整个世界呢都有这么大量的资料在生产。但是呢，这些资料要怎么用？哦，所以呢，大家讲21世纪的黑金啊，黑金啊，不是石油啊，20世纪的这个黑金是什么？是资料，资料是黄金，资料是黑金，哦，但是资料怎么变成有用的东西、有价值的东西？啊，这个就要好好思考。哦，我们要怎么去把它变成有价值、可以利用的东西？那给各位一个基本的基础哈，去想一个问题。这是非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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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础的，这个大概是这个资讯管理或是资讯工程的课程，大家都会提到这样的问题，也就是说资料资讯 knowledge 跟这个 Western 之间的这个过程是大概怎么样？所以呢，我们有资料，哦，例如说我们有一个资料是澎湖紫外线，哎，某年某月的一个时间点的这个紫外线的指数，那。这是资料，那所谓资讯呢，是我们做过一些分析、一些处理是资讯，比如说6月份的平均紫外线是超过8的，哦，告诉我们这个讯息。那什么知识呢？我们知道说，哦，因为超过8过量级，所以呢，这个六月份到澎湖去玩，你们一定要带这个太阳眼镜或是擦防晒油。那什么是智慧呢？我们当然就是不要在这个紫外线过量的时候呢，从事户外运动，哦，那。这个关系呢，各位要先想清楚说，我拿到的，就是说这样的流程里面呢，提醒各位一件事情是，你拿到的资料怎么样变成知识，怎么样变成智慧？那做这个过程里面，你的目的是什么？会影响到你这个过程里面要使用什么样的工具跟方法来达成你的目的？哦，那讲这样子好像太模糊，各位可能不是很清楚，我们再看几个例子。哦，我要讲一个资料是这个使用后必留下痕迹的资料。欸，各位想说什么叫使用后必留下痕迹的资料？各位大概很少不会在 Google 社区上面打关键字吧，做搜寻。哦，这是我每天必做的工作，就是因为我要找资料、找人名、找什么东西，一定会在 Google 社区上面查询嘛，对不对？那你有想到说你每一个查询的关键字事实上都被 Google 收走了？有没有想过这个事情？没有，还是你已经知道了？哦，这是一篇在2008年所发表在 Nature 上面的文章，不要看这个 Google 很多这种很奇怪的文章，他们把这个那时候当时呢这个感冒的资料，也就是说感冒的关键字，
跟感冒有关系，比如说喉咙干啊、咳嗽啊、有鼻水啊、头痛啊，这些关键字整合起来、收集起来，去预测感冒哪时候要发生。那他把这些资料呢，跟美国 CDC 的这个感冒人数呢做一个对比，就发现说，其实 Google Search 的这个 Google Search 上面所大家打的关键字，指这个时间点哦，在爆发的时间点，可以比 CDC 还要早一周以上的时间。也就是说，我们从 Google Search 上面去整合这个感冒的这个关键字的时候，我们可以更早一周发现说这个感冒即将要发生了。那这样的一篇文章呢，曾经发表在这个 Nature 上面，就是利用这个 Google 上面 Google 的这个关键字所做出来的一个研究。那我也仿照过他呢，做过相同的研究，就是用肠病毒跟这个卫生局所公布出来肠病毒这个资料做一个这样子的对比，类似同样的方法哦，那是模仿就没什么好讲。但是呢，一样有这样的效果，就是说我们把这个肠病毒的关键字呢，跟这个。台湾卫生署所公布的这个肠病毒人数做一个对比的时候，你也可以发现说，在这个 Google 社群上面，大家在摄取肠病毒的次数呢，的确在爆发前呢就已经达到高峰了，一样的效果。好，那另外一个呢 ，Google 其实做蛮多这样的分析啊，后来呢发展到呢这个它有很多 index 呢，就是从这样子的这个环境里面发展出来，比如说就是 Leisurely Good Index。或是 Shopping Index， 你可以看到这个蓝色的线呢是 Shopping Index， 然后红色的线是 Leisurely Good Index。那这个趋势很好玩，这个趋势其实是慢慢的在增长，就是说你的 Shopping Index 的其实有一点增长，但是呢其实起伏没有很大。而是 Leisurely Good 的这个 Index 呢有在慢慢的下降。那这个下降的趋势大概是在2007年之后做一个分野。但是呢，它的 pattern 啊，它的涨幅的 pattern 没有什么改变，这个高点呢都是在 Christmas 的前后之前的一个礼拜。好，那这个图告诉我们什么？2007年发生了什么事情？各位有没有看新闻啊？金融海啸啊？什么？金融海啸？对，发生金融风暴，所以金融风暴发生以后，它的贵的物品的 index 降低了，所以呢往下降。但是呢，美国人还是会买东西啊，他消费 index 并没有太大的起伏，所以从这个资料里面一样反映出这样的事实出来，那另外一个呢，各位没想过，各位用的手机是 Android 的时候，你如果你的手机是 Android， 当你开 Google Map 的时候，他会告诉你说啊什么什么什么说要你确认或是按同意，你当下的反应是什么？按同意嘛，对不对？那、你有没有看清楚里面的条款到底什么？如果你仔细看一下条款哦，它会告诉你说你的这个使用 Google Map 的这资讯呢，会透过 Android 呢会被收集到 Google Server 里面，然后呢收集去干嘛？收集做它的 traffic 的资讯。当然做很多了，但是它现在出来就是 traffic。为什么会发现这个事情？大概去年呢，我就闻到这样的信息，然后我就觉得很困惑 ，Google 怎么会做出这种事情？于是乎呢，有一天中午的时候走出去这个中院外面，中院走出去的时候发现，这两个地方为什么塞车？可是实际上并没有塞车，实际上并没有塞车，车还是走得很好，塞的是人。各位可以在中午的时候看看你们城大外面是不是也是这样？为什么？因为呢，大家拿着手机走出去外面的速度是塞车的速度，你走路的速度跟塞车的速度是一样，就是大概是5-6公里左右，所以它显示出来是塞车，那事实上并不是塞车。那从这个点你可以看得到说，其实 Google 是收集群众的资料在纠正他自己的 traffic 的资料。那这两年呢，这个 Google traffic 其实更狠啊，更厉害了。他跟那个美国一家很大的这个群众外包的这个路况的这个 service 叫做 Wise 整合。所以现在在国外哦，看到这个路况资讯呢，这个比如说这是这个荷兰。那你会看到他用 WISE 呢，你就可以知道说，这个几个点，比如说有事故啊，或是在道路封闭在整路啊，这个资讯它整合在一起。那 WISE 的资讯不是 Google 的资讯，是另外一个群众外包的资讯，它整合到 Google 里面了。那台湾的更省啊哦，台湾这些资讯呢，不知道从哪里来的。为什么？我问过公务总局，我说，你们的资讯是不是有被 Google 捞走，或是给 Google 还是怎么样？说我们完全不知道这件事情。Google 是怎么得到这个
道路封闭的资讯在他的 Google Traffic 上面。哦，那哎，有很多管道啊，搞不好呢，他透过这个警管哦，这个做警管报讯息哦，那可能透过警管做一些 NL， 就是那个自然语言处理，也可以得到相关的资讯。好，那这些都是群众的资讯，这些都是你不小心呢就把资讯，哦，这是 WISE， 如果有兴趣的话可以去装哦，然后台湾有很多人在玩。好，那这些资讯呢，都是你不小心呢就你贡献了他一笔资讯。并不是以订阅利的，但是因为你的使用它这样的服务，所以贡献它的资讯。但是有很多呢是网络社群中的资料，哦，比如说我们刚刚讲的这个 Twitter 可能用的人很少，台湾比较不熟悉，可是跟土壤是一样，跟 Facebook 有点不一样，可是跟土壤很类似，哦，那 Twitter 呢的美国跟日本的群众非常多，欧洲我觉得还好，但是美国跟日本用的非常凶，美国用的更凶，因为本来就美国。那什么事情其实都在 Twitter 里面发生，而且跟 Twitter 里面可以找到资讯。所以呢，当那个茉莉花革命发生的时候，突尼西亚茉莉花革命发生的时候，美国 DOD 呢，他们国防部哦，他们第一个反应是呢，我们可不可以从 Twitter 里面呢去侦测出来哪个群众运动将要发生？据这个计划主持人讲哦，他的成功率大概40%多，也没有办法达到50%。然后他的结案的 quality 要达到60%，哦，我不知道他后来怎么完成的啦，哦，就是有一年去那个ACMGIS 的时候聊到这样的问题。那，我如果时间的话，我会讲稍微简单讲一下，我是做防灾的部分。那这个案例呢是做蛮有趣的，哦，是做这个等于是 sentimental 的，就是说群星资源的一个分析。但是他不是分析好跟坏的，他是把里面呢有仇恨字眼的东西抽出来。那为什么要做这个？是因为呢，2010年还是2012年，奥巴马当几年总统3年多，就是奥巴马当选总统的时候，因为他的肤色的关系，所以有人对他的肤色有偏见，所以呢，开始在跟最近的话题蛮搭的，就是网络霸凌，开始在这个网络上面呢一直 po 比较仇恨性的字眼。那有人发现说，这个字眼其实还出现蛮多的，但是呢，以一个地理资讯的人的角度来看的话，我们想知道说，那是哪一些人在哪一个地方的人，不是哪一些人，哪一个地方的人在 po 这样的资讯？这个洪堡的大学，美国洪堡的大学，他就开始这样的计划，把这个 Twitter 上面的这个资讯收集起来，去做这样的分析，也就是说做一些 NLP 的分析。他就发现呢，美国东部呢，对于肤色的非常敏感，哦，所以对于奥巴马当总统这件事情呢，他们发出来的仇恨字眼的比例相当高，也多，哦，那就形成了这样子的一个现象，就是这是美国东岸跟西岸不一样。其实如果各位有到常到美国去，你会发现美国东岸跟西岸的风气其实是差很多的，哦，那我就不再细讲。那这个计划里面不是只有这个种族而已，它包含了这个同性恋啊，包含了这个 disabled 这个行动不方便的人啊的这个歧视性字眼，这个分析呢，他都有做这样的分析哦。有兴趣的话，各位可以上去网站上看一下。那另外一个呢，各位可能在这个网络上面有给这个有分享自己的照片的经验，好，那分享到照片的过程里面，也是在贡献一笔资料。那这些资料其实上，从这个资料事实上可以得到很多不一样的这个资讯。我们举一个比较有趣的例子，就是呢，这个在弗里格的照片里面呢，我们把那个贡献的人呢，把它分成这个当地人或是外地人。哦，那分出当地人跟外地人之后，你会发现当地人跟外地人去的位置跟地点事实上不大一样。那这是台北地区哦的图，那蓝色呢是本地人，红色呢是外地人。那各位可以很明显的看到，有些红色的地方很密集，例如这个区域、这个区域、这个区域、这个区域。那各位可以辨识的出来，这是哪里吗？新义区。哎，有人讲新义区，对，看得出来，对不对？101嘛，对不对？哦，那这个呢？这应该要看得出来，想一下，有人住台北嘛，对不对？有一个很大间的庙，
啊？有一间很大间的庙啊？啊？不是啊，不是，不是，中正纪念堂，中正纪念堂。好，各位可以注意一下哦，这个地点呢，事实上蛮有趣的哦。这些地点呢，事实上如果现在各位去的话，会发现呢，这些地点都是什么？就是你可以在那边听到大陆各省的口音啊。当然本地人会很少去，再来他本来观光客又多，那本地人会去的是哪些地方？这是哪里？大安森林公园嘛，对不对？这是哪里？台湾大学。所以，这是植物园，好，那就是这也是一个荣兴花园还是哪一个公园？那从这个图你就会发现哦，你可以就是说资料它很多面向，当你进入这个资料面向，把它切开之后呢，你就会发现资料你可以呈现的意义是不一样。哦，这张图要告诉各位是这一点。哦，那当然呢，社群的资料呢，事实上有很多。很多力量，有贡献的地方。我刚刚提到的 OpenStreetMap 呢，是很多人呢一起合作，然后所贡献的资料。那这个资料事实上很 powerful 的地方是在于说，它在短时间里面，因为透过很多人合作跟集结在一起，所以呢，在短时间内可以把一个地方的地图呢画起来。在海地地震发生的时候，是最明显的一个案例，就是说，在海地地震发生之前呢，这个太子港附近的地图大概长这样，没有这个其实还有一些白色的看不到。但是呢，在28天之后呢，就变成这样子一个模样。哦，那这张图呢是这样的地理图纸，最后呢是被联合国的救灾组织拿去当地图去做使用。哦，那我没有办法再讲更多，其他都如果各位有兴趣的话，可以去看我其他都影片，大概都会讲到这些过程。那这就是一个社群，不是只有资料了，还有社群有广大的，我要告诉各位是有广大的群众在这里面，所以它贡献的资料的速度就会非常快。好，那另外一种特质呢，是在现在里面还有一个特质是公民科学计划越来越多，发现全球现在的公民科学计划的量呢，多到我有点惊讶。那公民科学是什么？公民科学呢，不是你是被研究的那个对象，是你也是科学家，你是加入这个科学计划，而是贡献资料的一份子。那跟地理资讯比较有关系的啊，这台湾其实也比较多人知道，也叫古镇网计划。这个中医院也有一个 data server 在这边啊，就是这个 Cold Capture Network 哦。那当然，它要有一个先决条件是你必须要跟他申请一个这样子装置。那这个装置你可以接电脑，或是接在任何有电的地方。那当地震的时候呢，这个装置会从你的电脑里面把这资讯呢送到它 data center 去，所以呢，它就可以在全世界里面收到。比这个很昂贵的sensor呢更多的地震资料，好，那它的概念其实是这样。那另外一个呢，可能啊，现在议题比较消退了，不过这个日本还是很红啊。当然现在还好，因为前阵子刚好有个辐射的食物的问题，日本进来辐射食物问题。那这个计划干嘛？就是说 ，Sengage 原本是在加州的一个计划，可是呢很少人知道。但是日本2011年发生地震之后呢？这个团队呢，把他们仪器带到日本去，然后呢，把这些什么仪器呢？这是一个 Geiger counter 的一个用有板子接起来的一个仪器，可以去收辐射的剂量。那这个辐射剂量的资料收完之后呢，会存到手机里面，然后跟手机里面的 GPS 做整合，也就是会得到一个 SY， 然后一个辐射剂量的资料，就这么简单。哦，它就收完之后呢，再透过手机呢，再上传到主机上面去。哦，那这个 Geiger counter 呢，以前长那么大，现在很小，现在大概就是比我这样手握着再大一点点。哦，台湾现在有人在做，然后呢，台湾这边也有跟日本有合作，跟那个日本的那个日本的类似工业的组织啊有合作，然后也是在做这个部分。那这样的资料其实上呢，可以辅助一件事情，是告诉各位，如果官方资料不公开的时候呢，他可以透过这样的资料，可以收集更多的资料。所以你就可以看得到，当时地震发生完的时候，东电是不愿意把这个资料给公布出来。可是透过像群众的收集的资料整合在一起之后，你就会发现说，其实东电附近呢的辐射剂量还是偏高的。哦，
这不是要去打击任何的核能的这个核电厂或者什么，而是要告诉各位这个居家安全里面的核辐射量是不是偏高的现象，而透过群众的力量去把这些资料整合之后呢，可以告诉我们这样的事实。好，那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公民科学的计划。好，那还有很多资料，事实上是来自政府，政府其实是资料最大的提供者。好，必须这样讲。那这些资料呢，很有用。我先讲一个国外的案例啊，那这个案例太多了。好，我们最近不是缺水吗？以色列这种高缺水的国家，他们用 big data 的方式，什么叫 big data 的方式？也就是说，他们把所有家里面用户所使用的这个水的资料，他们都有整理起来。他们去分析说，哪个地方有可能是漏水，必须要在那个地方先去把漏水问题先解决掉。那他们有全部的管线都挖起来，他是先做完分析之后，知道哪个地方可能漏水，然后再去挖。那节省资本，而且非常有效率。那英国这个案例是呢，他们发现哦，这个英国的健保制度跟台湾有点像，他们发现这个使用药品的这个药剂的这个消费太高了，他们想要把这个使用药剂的这个价钱减低，就是健保制度减低，那就必须要分析资料啊，就必须分析资料说谁用哪些资料，然后用哪些厂牌，然后呢，就有一家公司叫 Mustang C 哦，它是一个新创公司，也就是说。他们的这新创公司的目的就是在分析这些健保资料。他们的分析里面就有一个资料是分析这个降血脂药，哦，他就去分析降血脂药呢使用的厂牌有哪些不一样，他就发现说，某些地区呢，这些颜色比较深的地区呢，所使用的这个降血脂药的厂牌呢是单价比较贵。那单价比较贵，降血脂药是这样哦，专利药呢，事实上是有些专利药它是。可以抗一些过敏，或是针对一些特殊的症状去发展。但是降血脂药有很多呢是没有专利的，那没有专利的药呢就非常便宜。可是呢，有些医生呢就会特定的去开专利的药。那从这过程里面，觉得可以看得出来说，哪一些郡、哪些地区它是开专利的药。那这样子的讯息一公布出去之后呢，开这些药的医师开始有点警觉，说，为什么我的隔壁郡没有开出这样的药，但是我开出了这样的药？所以呢，他在用药的时候呢，在开这个药方的时候，他就会有警觉，所以呢，就会改变他的策略。好，那这是一个国外的案例。那我另外要提到的是国内的案例。国内有很多，台湾有很多开放资料，目前，我举个例子，大家都很在意自己吃的这个食品安不安全。那各位可能因为没有在煮饭，不晓得自己的吃的米到底安不安全。那很有趣的是呢，这个台湾的开放资料在农委会的开放资料里面的确有这个产销履历的资料，也是告诉你说这个米呢在哪里种。好，那你上这网站上面你就可以看到说，这么多米都有产销履历，它的确有告诉你在哪里种，可是它告诉你的是哪一个地段是地级的地段。我要反问各位啊，我给你的住址你搞不好都找到了，我给你地级的地段，你可以找到这块地在哪里？有人可以办得到吗？在做？如果你可以办得到的话，你可能比电脑还厉害，因为地址是非常非常庞大的资料。那问题就来了，为什么这个最末端的资料没办法结合在一起？所以呢，我们就必须要透过这样的地址的资料，我们再去找从另外一个设计使用系统里面再去找出来说这个地址的地段呢到底在哪里。哦，我们找这个其中一个地址的地段呢就是在这个地方，我们就找到这样的地段了。所以呢，就可以把它整合在一起。那整合在一起之后呢，我们还可以利用这样的关系呢，再去找出来说这块地呢是不是有受过土壤污染，或是其他公害的产生。那刚好呢，这个土壤污染的资料呢，也是一个开放资料。好，那所以我们就把这些开放资料整合起来，我们就可以知道一件事情，说你现在所种的米、所吃的米种在哪个位置，那这个位置呢是不是有受到公害污染，甚至我们可以整合更多工厂的位置。就可以知道说这个米呢，它的安全性在哪里。好，那其实这些资料呢，只要透过一些方式呢，做一个整合或是叠叠在一起，那事实上就可以显示出来更多的资料的意义。好，那即使呢，它有很多资料，真的都没有好好的善用。这个是这个农委会的这个农事所，他们做很多这个农地土壤资源跟农地土壤覆盖的这个系统。那这个系统其实还蛮
话题还蛮好，就是说他透过福瑞号的资料呢，去把这个农田的每一个一些丘块种什么东西呢，把它辨识出来，啊，有的是人工，有的是自动。那辨识出来了，我就知道说这块农田种什么嘛，对不对？比如说，我就知道说种花生跟蒜头。为什么要提这个案例哦？因为呢，各位可能没有感觉，有时候花生呢很贵的时候，其实蒜头很便宜；蒜头很贵的时候，花生会很便宜。各位都不晓，因为都很少买这两个东西，花生跟蒜头很少买到，所以不晓得为什么会这样。因为呢，花生跟蒜头呢都种在云岭这附近。哦，那只要种花生，它就不会种蒜头；只要种蒜头，就不会种花生。那当花生的价格好的时候，大家都种花生；当蒜头的价格好的时候，大家都种蒜头，所以价格就往下。那所以呢，它就有一个趋势的，这因为有些那个价钱呢没有了，所以断掉。你就可以发现呢，这两个此消彼长的关系哦，它的是有一个联动关系。那这一些资料呢，事实上经过比较好的一个整理之后呢，是可以呈现出很多的效果。可是呢，好像做资料通常是一个单位产生一个资料就丢在那里，它不会再去做下一个动作者，所以呢，就很可惜。那所以呢，我们就要聊另外一个例子是连接资料，也就是 link data。我刚刚要讲的是资料跟资料彼此之间的连接。那这个连结是靠人呢，有这个 sense 去连结它。那我现在要跟各位讲另外一题呢是，如果我们把所有的资料呢，把它语义化，把这些资料呢本身的意思呢，把它清楚的放在资料库里面，放在任何一个截取到的地方的时候呢，我们让电脑本身呢去把这些资料结合在一起，连结在一起，我们就可以得到更多的知识。好 ，OK， 那。这个 link data 啊，当然不是像我们这种头脑的人可以想得出来，当然是一种很厉害的神奇的人物哦。这个人叫做 Tim Berners-Lee。Tim Berners-Lee 是谁哦？可能各位也没感觉。Tim Berners-Lee 就是发明 Wide Web， 就是你现在每次都要打三个 W 哦。那三个 W 呢，就是他发明的。啊，网际网络的整个架构是他想出来的。他在这个2006年的时候，他就想说，因为他除了这个 Triple W 的创始人之外，他还是语义网创始人。但是语义网一直做不起来，是因为呢，没有，因为在做语义网的过程里面，要大量的逻辑推演，在逻辑系统的推演时间花太多时间，使大家其实对这个东西不感兴趣。然后呢，他就开始想说，那我们应该要做什么事情，让这样子的，网络更聪明哦。于是呢，他提出来一个观点是说，我们应该把资料呢串联在一起，把它变成 Web of Data。Web of data 啊，把资料串联在一起就变成 Web of data 有四个条件。第一个条件呢是要使用 URI 变成，就是名字呢本身要用使用 URI 的方式来指称它。各位可能会觉得，什么叫把 URI 把一个名字变成 URI？ 也就是说，各位打网址的时候呢，那一串网址就是 URI。但是呢，名字本身呢变成 URI 呢，就是名字本身就是一个可以被连接的一个地方，在网际网路的世界里面，这是一个条件，那他使用这个 URI 之后呢，而且是 HTTP 的这个 protocol 的话，这个协定的话呢，我们就可以通过网际网络 browser 的方式呢，就可以去 access 到这个 URI。然后呢，这个 URI 本身如果呢，又是用这个我们习惯的标准，就是在这个网际网络呢所惯用的标准的话，也就是说是 RDF 或 Sparkle 的话呢。我们就可以透过这样子的标准呢，让这个资料本身呢更能够找得到，然后它也能够整合其他资料，然后呢，这个 URI 如果把它连接起来呢，我们就可以找到更多的东西。好，简单讲就是呢，一个资料一个名字呢，本身它就是一个 URI， 那这个名字的 URI 跟下一个名字的 URI 如果是一样的时候呢，我们就把它连接在一起，告诉你说，这个名字的 URI 跟这个名字的 URI 呢是一样的，那本身连接在一起之后呢，就成为 link data。这样讲各位可能还很模糊，没关系，等一下我会讲更多的案例。好，那其实基本概念呢，就是把所有世界上的资讯呢，一段一段把它变成一个 URI 之后呢，然后把它串联在一起。串联在一起之后呢，透过这个 data repository 呢整合在一起之后，可以发现更多的事实。那整个基本上的概念呢，事实上是一个这样的概念。那如果你要知道这个图有点不清楚，好，那谈到 link data 呢，我们事实上可以刚刚讲这个概念，可能各位有点模糊，所以呢，再加强一下各位的概念，我们来谈一下资料开放资料的五颗星。那可能各位呢，
有人听过，有没有听过？因为在讲开放资料的时候，常会有人讲到开放资料五颗星，可是呢，讲对的人跟讲好的人其实真的是不多，因为大家对于四颗星跟五颗星都含糊其辞，不然就是讲不清楚。哦，好，其实很简单的哦，第一颗星就是你就是开放搜寻次数，就是开放资料，简单讲就是这样。好，那所以这个资料呢，无论它是什么格式，哦，你知道是有时候开放搜寻它就是开放资料，但是呢。所以第一颗星是呢，这个资料本身呢，它是被结构化的格式，比如说图片 PDF 档 ，PDF 档有时候还可以解析出来，可是有的 PDF 是图片转 PDF， 所以你根本就这个资料本身就是非结构化，我们没办法用电脑直接去 access 里面的资料，我们只知道说这张是一个照片，哦，这是一颗星。第二颗星呢是我们知道哦，它是结构化，它是一个表格，可是呢它使用的是专属格式，比如说 Microsoft 的这个 Excel， 你会讲说啊，我电脑里面都有 Excel。对啊，因为你花了钱去买这个软体，所以你有这个软体的格式啊。但是多少人是买不起？在台湾当然没有这个事情发生，可是全世界的确有很多人买不起这样的软体，没办法用。所以呢，他必须要用一个开放的格式，比如说 CSV， 也就是说逗号分格或是空白分格这样子的栏位，哦，它就是一个开放格式，就是三颗星的。那这样一个格式呢，有个好处是呢。我任何的机器在做这样格式的开发的时候，我只要针对这样格式去做开发，不用说最特定的格式再去做软体的开发。所以呢，现在的开放格式的这个储存库或资料库也好，它都是呢针对这些开放格式做开发，所以你资料很容易就可以把它倒进去这样的开放格式，倒进去这样子的这个资料库里面它，哦，这是三颗星的资料。好，那这个绿色这个看起来啊，这左上角这个 CKEN 就是一个开放资料的一个。大家很常用的一个 repository， 就是一个资料库或储存库也好，那这样的资料格式倒进来之后，它马上可以把这资料画成表格，甚至呢可以画出地图来。如果你有 SQL 坐标的话，那什么是四颗星哦？是呢，这个资料本身呢，每一个资料事实上已经画成 RDF， 就是我们刚刚讲的这样子一个方式，每一个这个名词呢，已经有一个 URI 化了，URI 化之后呢，我们就可以把这个。这个 URI 化的资料啊，如果它背后当然是长这样哈，这个看这个都没感觉。可是呢，它可以把它转变成 HTML 的方式秀出来，就会像这样子。那这样一个资料呢，本身就可以互相的联系在一起。就假设哈，我们现在把这个刚刚的这个紫外线等级的资料画成一个 RDF 之后呢，那这里面这个资料集里面本身一个台北市，好，那这个台北市呢跟其他的资料集里面提到台北市是不是一样？答案如果是一样的话呢，我们就给他一个 link 呢，就是 StateMask link 呢，照这个资料库里面或是资料集里面的台北市。那这样呢，资料本身呢就 link 在一起。哦，也就是说我这笔资料，紫外线的资料跟 DBpedia 这笔资料呢就连接在一起，也就是它有两笔的资料集就连接在一起。哦，好。那我们为什么要做 link data？ 其实，在刚刚的投影片里面，大家就讲，我们要做一个 web of data， 哦，就是资料的连接哦，资料的这个 web， 就是说网络化啊，哦。那我们要把资料的整合呢提升到这个 semantic web， 这个语义的等级，也就是说，资料跟资料的整合呢，不是只有资料库放在一起而已，而是资料本身的语义呢能够对在一起，哦，我们要。把这个资料呢的再使用率很高，而不是把资料做好丢在那边之后，我要再使用它的时候发现我不知道这资料在干嘛。好，那如果更多的这个链接的话呢，当然就可以发现更多的知识了。这是本来在做 semantic web 或是 link data 里面本来就要做的事情。那这个 link data 的计划呢，事实上在2007年开始讲，2007年开始实做，2008年呢，事实上还蛮少资料，大概就是这几笔资料在做。可是这个增长速度非常快，我大概是2008年知道的，可是我觉得 link data 这个概念实在是很简单，那有什么好做的？可是呢，德国就有一批人去把这样子的概念把它发展出来，整合出来，就是从这 DBpedia 开始。DBpedia 等一下我会讲一点点 ，DBpedia 是从 Wikipedia 的这个资料呢，把它语义化变成 DBpedia， 那这个资料这个计划。欧盟计划结束了，可是它导入社群的方式在做协作哈。那你可以看到，2018年的时候资料量就是这些，2009年呢开始又多了几笔，复杂了一些，2010年呢又多更多，2011年呢这个表这个图画画不下去了，你根本就看不清楚里面到底是什么
那2011年之后呢，台湾有一笔资料进来，就是这个生态资料，物种名词的生态资料进到这个，现在很少 LODD 啊，各位可以查一下，如果有兴趣的话。到2014年哦，大概就长这样子，已经非常非常多资料，无论是政府资料，或是民间贡献的资料，或是研究计划的资料，现在的资料越来越多，那这资料量越来越庞大，而且一直在增长。那刚刚讲的 Wikipedia 是一个烂仓，也是一个这个始祖，然后也是开始 Big Data 的一个很重要的核心啊。那基本上它就是从这个，如果各位常用 Wikipedia 的话，各位发现 Wikipedia 的右手边这一块，它是一个 info box。这 info box 呢，它是比较有 structure， 就是比较结构性的资料。那 Wikipedia 概念是呢，它就去拿这个，哦，就是这样子哦，拿这个比较结构性的资料呢，把它转成比喻化的资料，好，那就把它从 HTML 把它转成 RDF， 好，概念上其实就是这样。那什么是 RDF？RDF 呢，很像我们人在讲话的方式，就是说我有主词、受词啊，主词，然后术语，然后呢这个受词，好，那只要是每个资料都是三元这样的三元结构呢，我们就可以透过这三元结构把它结合在一起，把它连在一起，然后资料就会非常庞大。哦，简单来讲就是这样。那它如果化成文字的话，就会变成这样子的方式。哦，就是一个写法，一种写法，看起来很像你这个网页有没有把它的原始，把它这个按右键开始原始档案检视，哦，看起来，啊，的确很像，可是呢对电脑来讲，它的解读可能会不大一样。HTML 是没有语义的，RDF 呢有语义一点，可是还是太差，哦，那如果真实的这个语义 的方式呢，可能要用到 OWL， 也是 OWL，哦，好，那这个举案例就是说，比如说中央研究院，它的这个 info box 在这边，那这 info box 被收集进去之后呢，它就会变成这样子的一个 semantic 化，也是说名词本身就是一个 UI， 有没有发现？这个名字本身它就是一个 UI，哦，它就是一串，你点进去呢，它就告诉你这些讯息。但是这些讯息本这是用 HTML 的方式做呈现，可是呢，背后其实是一个 RDF 的资料，哦，简单来讲就是这样。好，那我本身也做一点研究了，就是在 Link Data 方面，台湾做 Link Data 的人真的非常少。那目的呢，做这个研究其实是我们为我们计划目的，可是我们采用的资料就是台湾本身台湾地理资料库。那我们所说目的呢，就是我们有一个计划是科技部的整合计划，是台江内海的研究。那台江内海研究里面，因为我们要面对的这个研究人员的性质不一样，我们有人文地理、自然地理，我们有地质学者，也有这个历史学者。那所使用语汇不一样，所使用的方法不一样，那我们要怎么整合在一起？我们所使用的这个资料库呢，这个研究资料的整合资料库，也就是刚刚讲的这个 CK。那这 CK 并不没有办法完全满足我们，那所以我们要做一些修饰。那在这个部分呢，在地理资讯的部分的处理呢，我们就采用这个 Link Data 的方式呢，来去做它的全市资料的这个扩充。哦，也就是说，我们一笔资料里面有非常多的全市资料。哦，比如说啊，这个，它有名称啊、识别码、叭叭叭一大堆。那最主要是呢，我们一定要有一个时间资讯、一个空间资讯，然后还有一个关键词啊、联络资讯等等。那空间资讯方面呢，当然空间资讯的这个 metadata 大家都会写嘛，可能就是这个 boundary box， 就是我的一个四边框坐标就是解决。而四边框坐标对人来讲是没有感觉，如果我可以加上地名的话呢，能够让查询更加方便。可是地名呢本身又不是唯一的。那怎么办？只好用链接资料的方式来去做处理。好，那举一个例子来讲，我们把名词就把它当成一个 control vocabulary， 就是它控制语汇。也就是说，这个嘉里区呢，在我们的系统里面，嘉里区就是单唯一的，不可能有第一，就是说嘉里区这个名词呢，可能会有好几个，但是呢，对我们资料库系统里面呢，嘉里区对到范围呢，就是有单一的。对于地对于空间呢，它是单一的，可是名字本身呢，可以是非常多名字。哦，我这样讲可能在绕口令啊，有人听听，有人听不懂我在讲什么。好，没关系，重点是这样。所以呢，我们就发展了一个流程去处理这样子地理资料库。首先，你必须要
它规格化，然后呢要把它 modeling， 之后转换资料，最后 publish， 然后最后再使用它。其实这个过程呢，跟建筑系在盖房子是差不多的，就是说你在盖房子前要先画设计图，要知道你盖的样子到底是长怎么样，之后呢你要去找资料，把资料呢转换出来之后呢把它盖出来，之后你去使用它，意思是一样。那这个过程呢，事实上跟 database 的开发也很像，就是我在 database 在发展的时候呢，我一样要去想它 schema 长得怎么样。那这个过程呢，事实上都差不多。哦，重点在于说你的资料你要怎么连接，你资料怎么样建立起来，这个在一开始你要想很清楚，你要回答什么样的问题，然后再去把这个模型建起来，之后转换资料，然后使用它。好，那这个资料要怎么建立起来？这个资料要怎么去回答问题？这个资料要怎么干？它的蓝图是什么？在我的回答里面呢，就是这个 ontology， 也就是台湾我们中文讲的知识本体。这有点像呢各位这个建筑的蓝图，或是都市计划的一个蓝图。我的资料里面呢，要把它解释成什么，要把它变成什么样子的，我就用这样子的关系呢去表示它。那我资料呢，每笔资料在进来的时候，把它画成这样的关系呢，把它丢进去，所以呢，我就有一个完整的余化的资料库。哦，好，那这样的资料库呢，刚制化成刚刚讲的啊，这个 link data 的资料库之外呢，它事实上还有一个功能，是因为它本身呢，对于地理资讯有做过特殊的处理，所以呢。所谓的特殊的处理是把它 index 化，所以呢，它可以去回答一些问题。我刚刚讲到后面，因为我们资料是 link data 嘛，对不对？我们要 link 什么？我的资料库呢，除了去，就是第一个呢，我去 link 这个国外的另外一个地理资料集，也就是这个 GeoNet 哦，好，另外一个呢是去链接这个历史地理资料。也就是说，我们有很多历史的地名资料，过去也就做了很多出来，那些资料都放在那边，跟现今的地名呢，或许有人做过这样对应的研究，可是呢，在电脑里面没办法自动去辨识说这个地名就是过去的什么地名。好，那这样子，因为我们计划需求嘛，所以呢，我们就去把它对在一起，比如说欧王社啦、欧王社啦，它就是过去像现在的什么地名，其实我也忘了什么地名。那你按这个连结，大家就知道了。你要不要问我？问电脑就好，因为我不记得。那就将军乡啊，我王生就将军乡啊，按下去就告诉你说，他就将军乡。好，那一样呢，我刚刚讲一个地名呢，台湾有太多地名是一样啊。以大三角来讲，大概没有记错的话，大概是16个、17个左右啊。同一个地名呢，可以指到不同的地方。那我要怎么去区隔它？当大三角这个地名呢？就是一个，但是它也指向很多，它可以指向很多的地方。现在这个是三个了，这个大三角是三个，也就是说我的地名资料库里面呢的大三角总共有这三个，那这三个呢的地名都是大三角，可是呢它指向的是不同的地方。哦，那在别的资料库系统里面没办法做这样的区分，可是呢用语义网链接资料的方式呢就可以把它区分开了。所以在指向的时候呢，是指向这个地方，而不是指你可以指向大三角，可是我问你说你指的大三角是哪一个地方？哦，那这个地方里面会告诉你说，哦，比如说这是台南的哪里啊，或是这是这个南投的哪里，或是台北的哪里？那我可以更清楚的让系统知道说我指的大三角是台南的那一个哦，不是台北的那一个。哦，好，那刚刚讲到哦，因为我们对于地理资讯有做比较特殊的处理，所以呢。这个处理呢，是我们用的这个 GeoSparkle 的语汇是标准的语言，哦，就是地理资讯标准，在审美领域讲标准的语言，所以呢，我们可以做一些很像地理资讯系统可以做的事情，也就是说，我可以在这样的 endpoint 里面呢做地理资料的查询，啊，哦，比如说找在一个空间范围里面把名词找出来，哦，比如说在这个空间范围这个释放这个。这个四次点的坐标范围里面呢，找出在这个范围里面的所有的地名，哦，那它的回答就会全部都跑出来这些地名，哦，那也可以呢去回答说，那我用某一点它的 buffer 呢三公里里面的所有的地名把它找出来，哦，那你就下这样子的指令，它就可以呢把这个三公里所有的地名给找出来，哦，那一样呢，我可以去找啊，哦，因为呢。
不是只有对空间有做处理，对时间有做处理。所以呢，我会去找说，我要找在1990年之前定理，啊，那这样找呢，我就可以找出来1990，就是要这样子的一个铺路的方式呢，我就可以找出来1990年的定理到底有哪些。那当然，刚刚看到的是 HTML 的方式啊，它吐出来资料可以是 JSON 啊，可以是 SML， 可以是 HTML 的方式，啊，哎，要太快，啊，那大概就是这样的方这样的资料。所以啊，刚告诉各位的是说，地名资料本身看起来很平凡，可是呢，它里面呢有太多语义不清楚的地方。那如果我们可以更进一步的去处理地名这样的资料，而使它的资料呢更符合我们的需求的话，那资料的应用性就更高，再使用性就更高。哦，我要强调的是这个点。那跟大家其实都被我洗脑一遍，或是被我轰炸一遍，这个 big data 到底在做什么？后来大家都听不懂，前面可能听起来还蛮有趣的，然后 后来不知道在讲什么，听起来很难过。那我再讲一个例子，是我们真实的这个从群众外包到链接资料的一个案例。这个路杀社有几个人听过？有同学听过？我看到有举手。有鸡哥一个而已吗？就你听过而已。不是路透社，是路杀社。快点哦！路杀社是一个靠网络，靠 Facebook 去收集资料的社群。他收集什么资料？他收集资料其实很怪，就是说有动物在路边死掉了，被车碾过，被毒死了，被杀了，被就死在路上。啊，你不知道他怎么死的，没关系，就拍张照上传到 Facebook 上面。你只要告诉我们你看到的时间跟地点在哪里，或在这个讯息上面，就像这样子，你也不用知道你照的到底是什么动物啊。你也不用知道，上面的就有自动会回答你，哦，不是这样回答你，是人真的人回答你。那这些人呢，变态到什么程度？就是呢，他连看到一个指甲，看到一个尾巴，就知道他是什么东西。即使他被压扁了，压到剩下一片纸片，他也可以辨识出来，这是神人等级的 CSI 哈，哦。好，那这个计划其实很有趣哦。刚开始，2011年开始的时候，其实知道的很少，量也很少。2012年呢，开始宣传之后，开始有些成效。到这两年呢，资料增长之爆炸性到对我们来讲处理呢都有点累，哦，就是我们的 effort 越来越重。那根据这样的资料呢，事实上有一个因为这图看起来好像还蛮厉害的样子，我就把这个图秀出来。在整个资料处理的流程里面，事实上有一个比较有逻辑思考的一个方式，也就是说比较同等方式是呢，利用一个像这个。Drill 就是说一个钻孔方式，一直把资料钻出来，一直把资料把它类似这个钻石油一样把它钻出来。那整个过程里面，当然要从资料收集到资料的攫取，然后呢，对于资料本身呢的面向做 ontology 的建立，然后建立完之后呢，再根据这样 ontology 呢，把这个资料把它正规化建立出来这个 knowledge base， 这 knowledge base 呢就可以提供更多的服务，尤其是在资料在供给上面呢的服务，就是说我在 po 这个资料的时候，我可以预先知道说你 po 这个地名的不是我讲的地名，哦，让电脑可以辨识的地名是哪一个，我可以提前告诉你，啊，类似像这样子。那这整个就是一个比较看起来比较 fancy 的一个 model。那实物上呢，整个 model 大概就是这样子哦。资料收集从这个 Facebook 的 OpenAPI、Graph API 收集完之后呢，经过一些这个information extraction， 也就是说自然语言的处理，自然语言处理完之后呢，那透过刚刚讲的这个，你刚刚讲一大串这个语义网的这个分析啊，或是在 link data 的分析哦，然后呢，再把它汇整到资料库里面去呢，然后知识库里面去，然后最后呢，再做资料的再利用。那这个再利用呢，事实上，再利用的这一端，事实上目前为止啊，有各式各样的再利用，在学术界里面呢。也曾经拿这样的资料去预测它的这个 species distribution 的 model， 就是说用一些空间分析的方式呢去预测它的那个物种分布范围。哦，那在这个公路设计上分析，它因为路杀社，哦，所以呢我们就可以去知道说公路上要怎么设计，哦，哪些路段的设计不良造成的路杀特别多，哦，这样子的一个设计。那整体上它的资料流程是一个这样的方式，我就按照这个流程跟各位介绍资料的收集。那资料收集呢，这个一个路杀社的 post 呢，大概就像这样啊。我刚刚讲时间跟地点，一个照片，照片很重要，照片是这个
物种看到的证据，好，那你看到之后呢，就会丢上来，丢上来之后呢，就会有那种刚刚讲的神人等级的去告诉你说这一群动物叫什么。老师讲他活着的时候，我也看不出来是什么，哇，那时候呢，他是什么，就马上说他是鼬獾，好，鼬獾前阵子很有名，是因为那个狂犬病的关系，好，那狂犬病的数据最早记者拿到狂犬病全台的分布数据，其实就是从这个资料库拿到的。因为他访问的是这个计划的这个真正的主持人，在特有生物保育中心，我们是帮他处理后端的资讯的，那这些资讯呢，对我们来讲有哪些用处，包含的贡献者的名字、贡献者的这个贡献的地点、时间跟地点，时间、地点、照片，然后是谁辨识这个物种，然后辨识出来的种那个物种名字是什么，然后辨识的日期是什么，我们大概需要这样的资讯。那个 Facebook 的 Graph API 呢，刚好提供给我们一个很好的方式，就是说我们可以去自由的把这样子的资讯再捞回来，捞回来我们做处理。那捞资讯的时候，大家就会像这样子，就是说它当然就是你这个网址放进去，就得到这样子的结果。简单讲就是这样。好，那 Information is functional 遇到几个难题，第一个是地理资讯上面难题，就是说，大家使用的地理资讯的标示方式其实上很不一样，有很好的 SY 坐标，然后也有地理加 SY 坐标，然后呢，到底有我放了蛮这个大蛮多的，有公路里程的 公路里程没有 SY 坐标，就告诉你那个公路哪个那个，那也有这个电力坐标，有哪些人知道电力坐标？电力坐标很重要哦，你如果在山上迷路的话，记得啊。就是报电找电线杆，然后报电梯坐标，人家就知道你在哪里。还有这个很特立独行的坐标格式，比如说用冒号。为什么会这样讲？我的系统没有聪明到说你用什么符号分格我都可以知道。我们只能用正规的方式去辨识它，所以呢，遇到冒号的时候就GG了，就不知道说他在讲什么。我不知道这个是，我就会不知道，我的系统就不知道它是不是坐标格式。当初没有想那么多了，后来才慢慢的演进，让它变聪明一点。那有这个 DMS 夹在中间的，然后呢，也有这个有一个很不明显比如说跟你讲龙潭山区，应该龙潭对不对？龙潭山区，然后不然跟你讲阿里山公路，阿里山公路很长啊，各位知道吗？阿里山非常非常长，你到底是阿里山的头发生的中发现，还是在尾发现？阿里山公路那么长，我怎么知道你在哪里发现？那当然也有这个地名的简写那其实我们系统里面的发展比较重要的是，我们对地名简写的处理就非常好很多。那譬如说特生中心，各位可能不知道在哪里。那很多人大概知道，就是南投县的特有生物保育研究中心。那譬如说还有屏东海生馆、海洋生物，它是什么馆？我忘记了，就海洋生物保育什么馆？那这些地名的简写，好，然后还有呢，还有这个很奇怪的地名，在地名资讯系统里面不会发现的，比如说土城弹药库，各位知道土城弹药库在哪里吗？不知道对不对？这个连 Google 可能都以前，现在可能 Google 都到了，因为我一直讲，我讲了两年之后，它出来就出现这样子。土城弹药库呢，在 Google 其实 Google 不到，那还有海神宫。海神宫到底在哪里？海神宫是一个很有趣的地，它不是一个宫，它是一个地，它是那个地，它不是庙啦，它是一个地。像这些地名要怎么处理？就变得很棘手。然后当然呢，还有这个把地名镶在照片里面，告诉我说啊，我在这边拍的。抱歉，我们的系统没有聪明到呢，可以做那个影像自动辨识，知道能看到它在哪里。比如说，像一张这个照片，就是这个GPS 的讯息的照片，告诉你这个 SY 坐标，像我连人都找不到在哪里，这个我没辦法辨识，这个只能靠他。后来这个方式就是再问他一次，叫他自己过上。那我刚刚讲了这个地我们的系统里面大概是对地名简写处理比较多，因为地名简写量很大，所以呢，我们只好从这样先着手去处理。也就是说，我们发现了一个叫做特生中心，我们怎么样把它变成特有生物保育研究中心，然后研究保育中心，然后呢对到我们本来的
官方的电影资料库里面去。好，那当然我们的做法有很多啦啊、哦。当然我的做法就是呢，这是自然语言处理的方式，就是把它拆开之后一直比对，一直比对，最后会比对出来一个结果。好、哦，我细节我就不再讲了，各位可能会觉得很无聊。那除了这个之外呢，还有物种也有简写的问题。然后呢，简写到其实外行人其实根本不晓得。好、哦，可举个例子啊、哦，就是说这个颜色不太明显的是的拟龟，这是一只不太明显的拟龟也，我一时想不出来可能性，可能是野拙吗？好，这句话里面哪一个地方是物种拟拟龟？那拟龟是什么呢？哦，那另外一个就说。不是茶斑，也不是梭德，因为它不会这么大，这么肥大。茶斑跟梭德又是什么？它不是茶斑，不是梭德，有些东西就是拟龟。好，那好啦，这是拟龟格花，拟龟格花哦，拟龟是拟龟格花。那茶斑跟梭德又是什么？这对一个物种外行的人来讲，是完全不知道他们在对话什么东西。可是呢，这个在这个社群里面，就常常这样的对话发生。那这样的对话发生的时候，我们就必须要从这个对话的过程里面呢，去决定出来哪一个是最有可能是这一张图里面所讲的这个物种名字。哦，我们要做的就是这件事情。好，那物种也有缩写，那物种的简写方式跟地名缩写方式不一样，是呢，他们常常刚刚讲茶斑跟梭德嘛，他们常会做一件事情是鼠凤蝶、玉带凤蝶跟琉璃纹凤蝶，他们常会只讲前面两个字或前面几个字，哦，这是他们特殊的习惯。好，但是这样子的方式呢，事实上很模糊，因为呢，例如说，我们取两个字啊，细纹呢是常常出现的两个字，那细纹这两个字呢，可以有15种不一样的物种，是都可以叫它细纹，那你到底要指哪个细纹？好、哦，这个变得很麻烦。那所以呢，我们就决定出来的一个演算方法，就是说去决定它到底是怎么做。简单来讲，这个概念就是这样，我们在整句话里面呢，会去找前缀词，就是说我们。整句话里面呢 的字呢，我们会全部都去 pass。可是呢，我们会把整个物种名字的前一个字、前两个字、前三个字，跟后一个字、后两个字、后三个字呢，一直比对。然后呢，比对完之后呢，大概会决定出来一个可能性，就是那个范围里面。哦，那决定出来之后呢，再去做几个指标的辨识，也就是说啊，这个讲的这个人呢，哦，他的这个哦讲的这一篇。就是说 ，post 这边 comment 呢，他得到 like 数有多少？哦，他讲的这个人呢，过去呢，他讲的话是不是都对？哦，我一过去就分析完，他如果都讲都是对的话，他讲的有可能就是对的。哦，那还有呢，他有多少？就是说，这个物种名词在整个这个 Facebook 这个 po 文里面大概出现了多少次？哦，那就根据这样子的指标呢，来去做决定出来说。这个物种名词到底是哪一个？这个整个讨论串，这个照片大概是哪一个物种名词？我们的准确率大概就70多而已，啊，不要压抑，你就觉得啊，70多还有20几都不晓得，哎，20几呢，就是靠工人智慧，哦，70几呢是人工智慧，20几呢是工人智慧，我只是这样跟各位讲，好，那这样的一笔资料呢，为了要它的 reuse 增加或是扩展它的 dimension。我们开始在想一个问题，就是说，我们事实上呢，这个过程里面是把人呢当成 sensor 在看，哦，每一个人呢去观察物种在路边死掉，事实上呢都是一个 sensor 在观察物种在哪里死掉。那我把人当成物种的时候呢，当成 sensor 的时候，他要怎么去诠释这样的资料，变成一个问题。也就是说，比如说澳洲的另外团队他可能是在做 sensor 的调查，或是台湾的另外团队在做 sensor 的调查。那我的资料如果是以 sensor 角度去看的时候，我怎么把我的以人为 sensor 的资料跟以真的 sensor 机器的 sensor 资料整合在一起？哦，所以呢，我们就提出来一个以把人当成 sensor 的概念的 ontology 到底是什么？哦，那这个 ontology 呢，就是长后面那张图的样子啦。但是我们大概用到几个，就是说社群媒体常用到 friend of friend 啊，哦，跟这个 shock 就是这个 semantic interlink 的 online community。还有这个 sensor network semantic sensor network 的一个 vocabulary， 还有这个多样，就是生物多样性常用的这个 vocabulary 叫 Darwin Code， 还有时间方面就是用 time ontology， 空间的就用 Chiu Sparrow， 这几个 vocabulary 整合在一起变成一个 ontology， 这个 ontology 就是
就长背后那张图。那如果你细看的话，大概就是每一个都长这样。我相信各位也没有兴趣听我一个一个去解释它到底是长在讲什么，我就快速的跳过它。那这样子的这个 ontology， 照这 ontology 整合出来的资料，就是呢这样一笔资料，那我就把它化成 RDF 的资料呢，把它转出来，转出来，像那个这笔资料的这个部分呢，就会像这样子。也就是说，我刚刚讲了嘛，那个 ontology 是一个蓝图，那根据这个蓝图呢，我再从这个资料把它转成 RDF 的资料，就会长这样子。那你会讲，这个看起来又不大一样，跟刚刚 RDF 不一样，这是另外一种写法，机器能够懂的写法。好，那它的这个资料呢，就会自动的 link 呢，这到这个中研院生物多样性中心的这个 PyBeef 的一个资料库，自动给就把它过来之后呢，整合到这个资料库里面去。那地名呢也是一样，地名辨识完之后呢，也可以整合到台湾的地名资料库里面去。一样可以做时空间的查询，就是时空间的查询，跟刚刚是一样的。那这样的资料刚刚讲，它可以提供路杀呢，做很好的路杀。道路设计如果不良的话，造成路杀有过高的时候，我们可以知道说这些道路的位置在哪里。那我们可以再去研究说要怎么去做防治的策略。比如说这些路段呢就发生路杀比较多那所以呢可能就要用一些防治的做法，比如说盖涵洞啊，让动物走过去啊，或是增加一些这个路标的方式啊，来提醒用路人啊，这个地方的这个道路通过率比较高，所以呢用路人小心一点来防止路杀再发生。那我们的资料事实上不是我刚刚讲的，只有把它变成 big data 而已。为了让更多人使用呢，事实上我们就把它变成一个用 Drupal 了把它变成一个可以大家可以使用的资料库。那这个资料库呢，叫 rockio.tw 各位有兴趣的话上去看。但是呢，要预告的是六月呢会有一个大改版，现在正在改版当中那这个资料库现在还可以用之后可能会有一个 API 的方式提供资料。那现在呢，你可以 dump， 如果要资料，你可以求马 dump 下来。那所以呢，可以看，都通过这样的网页，你可以知道说，这个观察资料呢，表的话去浏览，说这个资料是怎么样子的。你可以用图片的方式呢去浏览，那一样呢，你可以用物种名的方式去浏览，一个生命树的方式做浏览，你可以用透过地图的方式做浏览。那我刚刚讲了，我们地图做完之后干嘛？地名呢，既然是语义化的，它提供更多更有用的方式嘛。那在这个过程里面，也可以发现说，我们可以在这个browser 端呢加上一个 plugin， 这 plugin 呢，只要你打入这段话的时候呢，我就去辨识说这段话里面有没有地名。好，这样我辨识出来是巫山是地名。那巫山是指你在指哪一个巫山？我们上一次是哪一个巫山？台南、高雄、苗栗都有巫山，你指的是哪一个巫山？于是呢，我就跳出来所有的巫山，你就选一个巫山，让我知道说你指的是哪一个巫山。好，你选了台南上南化的巫山，它就会根据这个巫山呢塞入一个序号，那我根据这个序号，我就知道说，你讲的巫山是这个巫山。那使用者不用再去找说，不用再去打说啊，我讲的是台南市南化区的巫山，他不用再讲这件事情，可是我可以自动辨识。那这个过程就是我在 browser 端这边呢加一个 plugin， 这个 plugin 呢有一个自动辨识这串字的这个自然语言处理方式，然后link到我们资料库，然后再做一个这样子的方式，再做一个这样的辨识方式。那物种名也一样当你 打入一个物种名之后呢，这个物种名所有的资料会pop up跳出一个资讯，告诉你说这物种在哪里观察过，那也可以告诉你更多的这个讯息。可是呢，这个斜背天鹅好像没有很多人写这个讯息，所以呢它就空了。那如果有人写过的话呢，它就会出来。那这所谓有人写过在哪里啊？是在台湾生命大百科，就是那个EOL 啊。台湾生命大台 EOL， 台湾生命大百科。那除了这样子的方式之外呢，事实上这样的资料，就是说我们把语义化资料呢，可以做更多资料百面群的一个呈现。也就是说，我们可以知道说，这个人 po 了某一个物种，有谁呢跟你 po 一样物种？第二个是呢，有没有人在同一个地方不同时间跟你，你在 po 这个路杀的资料？就是有点社群活动的概念，我们在资料分析里面可以得到这样相关的一个资讯。那
这都是一个工具啦，那我就不细说，这工具要彰显这个含义就是这样。那当然，因为我时间的关系，我相信我时间也快到了。有更多案例是我刚刚提到，我们对 Flickr 的照片实际上做了非常多的研究。那这研究包含了这个从这个地理标签跟这个标签的资料里面去分析出来说，这个地点呢，到底一般人对这个地点它所呈现的概念是什么？他所有兴趣的东西到底是什么？那以这个。就是说，这个资料的样子就是这样。就是说，这个地点呢会拍一张照片，这个照片呢会有 tag。那这个点就是表示说，这张照片呢本身是有 SY 坐标的。那这 SY 坐标以外呢，它会有一个 tag。这个 tag 是给人们用来做照片的分类。那照片的分类过程，事实上都是会根据，比如说个人喜好，或是说这张照片里面有拍到什么东西。那你拍到的东西就是你有兴趣的东西，所以才会出现在 tag。那我如果去分析 tag， 我就知道说这个区域里面到底有什么东西。概念上其实是这样。好，我举台湾的例子，台湾例子其实比较难做，但是大致上还可以弄个大概出来这样子。好，那如果我们把所有还有公馆的这个 tag 照片集合在一起之后，把它放在一起哦，各位可以看到，如果坐近一点可以看到这个黑点呢，是表示我用那个空间群聚分析法把它滤掉。那红点的部分呢，是我要保留。那红点的部分如果围在一起的话，就可以知道说，在 Flickr 的照片里面，大家认为的公馆这个范围到底多大？那这个资料就告诉我们，大概跟这个 Wikipedia 上面描述的这个泛空间范围其实差不多，也就是说，在台湾大学校园的西南侧，然后呢，在这个罗斯福路临近一带，然后北至台电大楼，南至这个宝藏岩，大概有这样的空间范围。那其实另外，那这个 tag 里面到底有什么关系哦？这个 tag 台湾的 tag 大部分比较无聊一点，大概就是都是这些地名，这些相关的地名。在我们分析阿姆斯特丹的过程里面，你会发现说有一些阿姆斯特丹吃喝玩乐，比如说啤酒啊，比如说这个你坐在运河上面的小船啊，这些还有这个红灯区啊，这些东西这个元素呢，都会在这个 Flickr tag 上面被提到。那我们就可以透过这样的方式呢，从一个地区里面快速的把它找出来说，这个地区有哪些点是人们所关注的一个地方，的特色在哪里。那另外一个是，其实这样子的分析方法一个很有趣的地方是，对于那种很模糊的地名呢，我们可以了解更多。比如东区，我现在讲的东区是台北的东区啊。台北的东区呢，我这个报告里面也没办法提太多。台北的东区大概就是以前我们大概认为是顶好商圈的位置，可是呢，现在我如果问现在同学，有人知道台北的东，你我问你台北东区在哪里，你会怎么回答我？我大概问十个，大概会有八个回答我在台北一零一，很多人会这样回答我。忠孝东路，对，忠孝东路很模糊，你不知道在哪里。如果我把它分年哦，分年不同去看的话，你就会发现这个区空间的范围是会 shift， 每年其实会不大一样，而且是往东边在跑，一直往东边在跑。那这也就是说这样子分析，就是群众外包的资料有透过很好、比较好的一个过滤的方式的时候，你就可以了解呢一个空间，大家在讨论这个空间的时候，它的这个过程其实不一样，它所表达出来的空间意象也不大一样。那我们在论证很多这个地方感啊，或是这个就是 place attachment 啊，或 sense of place， 其实呢，从这个过程里面大概就可以攫取得到这样子的一些资讯或是片段。那另外一个案例是 Twitter 啊，刚刚 Twitter 是仇恨的地名，对不对？我在我的案例里面呢，我着重是在防灾啊。那在日本三一结束，不是结束，是日本三一刚发生的时候，那段期间大概15天里面，很多像类似像这样的讯息出现，也就是说哪个地方呢缺水啊、卫生纸啊、缺食物啊、缺石油啊、缺毯子啊、缺什么东西、缺施工啊、缺大型的这个挖这个载这个挖东西的这个工具啊，还有这个道路封闭的讯息啊、医院封闭的、医院开放的啊、哪个 seven 提供东西啊、哪个便利商店提供东西啊等等这样的资讯。好，问题来了。它是放在 Twitter 上面，我怎么样从 Twitter 环境里面把这些事情捞出来？
Twitter 讯息非常多，它一天它这个一天的增长量我忘记多少，可是呢它真的非常庞大的一个资料，怎么从这么庞大的资料里面去把资料捞出来变成一个关键。所以呢我做一些方式呢是我先去找关键字，先从一些小的 sample 里面把关键字先找出来，也就是说这些关键字呢通常会跟一些所谓关键字是说这些字呢通常会跟有一些字呢一起出现，比如说当我提到这个食物啊、水啊、衣服啊、地毯啊、医疗啊这些资讯的时候，通常会跟这个需要啊、提供啊、或是减少啊、没有啊等等这样的字也一起出现。那当我提到说这个公共设施，比如说机场啊、海岸啊、医院啊、或是电厂啊、或是车站等等的时候，通常会跟 open reopen close damage 会一起出现，这两个字又一起出现，因为它形容这个事情。那下面一个也是一样，那这两个 pattern 很像，但是这个 pattern 不一样是，这个 pattern 是它真的就指定了哪一个，比如说这个东京的羽田机场，但是呢这个 pattern 只会讲说哪一个地区的机场关闭，而两个是不一样，因为哪个地区的机场关闭跟哪一个机场关闭。指的是特定，哪一个地区的机场关闭是整个地区，所以它的范围跟所指示的东西不一样。那有了这样的 pattern 之后呢，我就可以过滤掉很多我不要的，我就可以把不要的过滤掉，那我就可以保留我要的资讯。那这样保留下来之后呢，我就可以去做查询，就可以知道说，哦，这个我需要，我这个需要食物的那个 Twitter 在哪里，我这个。这样一按之后呢，这个 tweet 就会跑出来，就知道说这个位置在哪里。好，那这样子也简单的分析，事实上呢，很快速的去把这个 Twitter 里面这么庞大的资料库做一个过滤，然后呢就可以呈现出来。好，那其他都是一样，知道这不同的这个 type 所展现出来的样子。那我演讲就大概到这边有点，差不多哈，三点半，有一些时间。OK， 大家有没有什么问？有多少资料可以进去？对，因为怕有，因为看起来有一些还蛮，就是蛮机密的吧，感觉啊。例如说哪一个？就是像，就是一些蛮各自的东西啊，像大家打卡的地方啊，或者是什么的那些，感觉就是他详细的那个资料，因为我们只能从湖面上面去看，那个详细的资料是去从哪边获得？打卡的地理是这样子。你在 Facebook 的 API 里面可以捞到所有打卡地名，打卡的所有打卡地名都可以捞得到。当然，每一个 API 一定有限制，比如说你一天不能超过3000笔啊，每次 query 不能超过3000笔啊 ，query 的范围不能超过多大、啊。可是当遇到这个问题的时候，就是你必须设计一个 cloud 一个机器人，一直持续不断去把它捞出来，就是这样子的。它并不是什么机密资料，你甚至可以知道说这个地方 check in 的数字有多少 ，like 就是被按 like 的数有多少，这个都可以知道。可是你不可以，你没办法知道哪一些人在哪一个时间按了 like check in 这个地，你没办法知道。地名本身是没有个资的，但是哪一个人在哪个时间按这个地名按上，这个是有个资。资料表之间同样是台北，那这两个台北，我怎么知道他讲的是同
一件事情。好，那第一个问题是，其实这个有点难。哦，那所谓难的地方是，如果我的资料库里面呢、啊，只讲东区 ，A 的资料库讲东区 ，B 的资料库讲东区，但是我没有更多的 hint， 就是没有更多的资讯去告诉我东区是什么的时候，这个东区表达是什么时候，我根本不知道这两个是不是一样。就好像你今天直接跟我讲说，我们去东区好不好？我怎么知道你现在在台南？你可能跟我讲台南东区，可是你有没有可能跟我讲台北东区？我不晓得，因为你可能是台北来，一样的意思嘛。所以在这样不一样的这个词汇在对应的时候，必须要找到它的 context， 就是脉络，就是它的脉络是什么。那在资料库里面的脉络就是它的 metadata， 它的 metadata 如果够完整的话，或是它的资料的 dimension 够完整的话，你是可以找到这两个资料可以对应在一起。好，那第二个问题是，有很多 vocabulary 是标准，你可不可以自己建 vocabulary， 对不对？有问题应该这样子。好，答案是可以。我的案例里面有很多的 vocabulary， 就是语汇是我自己建的。但是这有几个做法。第一个，你必须要去先找现在现存的标准语汇里面有哪些，这些标准语汇是不是足以去把你现在做的资料诠释的完整。 OK， 如果不行的话，你就必须要再建这样的标准语汇。那这个标准语汇呢，最好呢是跟子语这，再去建你自己的语汇。那这你自己的语汇最好是根据这些标准语汇的延伸，那所有人会知道说，这就是 context， 你的 context 是根据这些标准语汇延伸过来，所以呢，你的语域就很清楚。那如果你要完全的制作一套自己的语汇，可以，但是你要把你的规格书写的非常清楚，放在网络上面，让大家知道说你在讲什么，这样就没有问题。这样清楚了吗？请说。好，我先回答你前面两个问题。那个各自的问题呢，的确是现代资料大量之后产生的一个大问题。那我们现在用的资料是不是会涉及到各自？或多或少是的。但是呢，就我们的处理方式呢，我们不需要这么的仔细处理到真的人的部分。我只要知道这个照片在哪里 ，care 这个照片是谁照。这是我回答的重点、啊、对我的研究来讲，是谁照的不重要，我要知道是这件照片有哪些 tag 在哪个位置出现。那这样讲起来呢，就会有一个很有趣，就是说，那个人名对我来讲就不重要，我只要那个人名如果把它画成一串那个 ND by 的一个编码，就是它就一串编码，我知道说这是一个人，那名字是什么，就是一串编码，这样就对我来讲就足够。所以政府里面有很多资料有这样的属性，就是各自的，比如说健保资料啊，或是那个医疗的资料啊，其实这些资料都准备要公开或是开放，但是要的确会涉及到各自，可是你只要处理完，把它去识别化之后，这个资料还是有用。重点在于说，你去识别化之后，能不能再去追溯到这个真实的个体？好、哦，这是一个重点。我现在。两个思维在辩证哦，你要注意。有的情况底下是可以透过，虽然你去识别化了，把这个人名已经变 DeFi， 已经变成一串编码了。我透过不同资料的串联跟整合之后，我还是可以知道这个人就是这个人。比如说这个区域里面就只有一个人患有这样的病，那这个资料一公布出来，我当然知道他讲的就是这个人啊，我还是可以知道。这个是可以，这个是有一些思维辩证的空间，就知道怎么处理到什么程度，然后到什么样的程度嘛。这是这个现在有个领域，因为这个资料关系，现在有个领域叫 GeoPrivacy。
如果有兴趣的话，去看去年在 ACMGI 实验 workshop 叫 Geo Privacy， 所有的文章都在讨论这样的问题。那第三问题是 GDP 的案专案，对不对？第二问题是产销履历，产销履历呢是地级图，地级图我不需要用到地级的，地级图跟地级资料是不一样，我只知道地级图的图号它位置在哪里知道就好，我不用知道这一块地是属于谁的，我知道它种在哪里就好，种的人跟游泳这块土地的人其实不一定是一样。我其实想要另外一个好像连接到是，那是不是我们每一个人都有可能只要被有新的人想要找，然后我们每一个人的位置是，我的答案是，我的答案是，如果你很注意的话，你就要必须注意一下，你自己在网络上面的所有的 po 文，跟你所 po 上去的资料，跟你的打卡，我的答案就是这样。我们现在讲的 digital footprint 就是在讲这个问题，只要走过必留痕迹，你在网络上只要走过必留痕迹，如果你不需要被知道，不希望你做什么事情被知道的话，你就必须要小心一点。当出现讯息叫你按同意跟不同意的时候，请你仔细看一下这些条款，不然的话你就会跟那个 Google Traffic 的那个资料是一样，你被收走其实你是不知道的。OK， 第三个是你要问 GDP 跟这专案有什么关系？目前没有什么关系啦。目前我现在讲的这些研究是没什么关系，就是高嘉良跟我们都是好朋友，他就住在我家附近的。我的回答就只能这样，不然江民众你要补充吗？好，那个大概就是这样子啦。那好了，你如果要聊 GDP， 以后事后再聊。补充一下，简单来说，其实我们现在在用那个免费的软体，其实某一种程度，你付出的代价就是你的资料。我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这一点，就是这样。比如说你 Google Map， 其实你还有个网站，你可以去 trace 你好几个月，甚至好几年前你人在哪里。只要你有开 Google Map， 那所以那个自己的密码要小心哈，要不然你的 partner 或是你男女朋友可能可以 trace 你人在哪里。我们的路莎社其实有这样的机制，就是说，如果你上传资料的时候，你不要用自己的名字上传，我们有公用账号，就是你用这个公用账号上传，人家就不知道你在哪里，因为我们有这样的肯定，就是你刚刚讲，或许他在上班时间传了一笔资料，他不希望人家知道他的真正位置，或是呢不想让他的女朋友或是老婆知道他去哪里这样子，我们的确有这样子的肯定。我之前有听过一个笑话，有朋友他莫名其妙被 tag 在一个那个Facebook 上面说他在唱歌，然后女朋友说你怎么会在唱歌？你不是说你在工作吗？他说不，那是我朋友陷害我的。大家给大家一个参考。那还有没有什么问题？就是有关于资料刊物的问题，比如说像Google Earth 就有开放，大家可以去进去建资料。那像如果说同时有三个人以上建这一笔资料，在同一个地区建了这个地图，然后可是这个地图其中有可能一两个人他建的是错误的。那像这种有没有办法把它调出来？然后另外一个部分是像我们在分析那个与会跟与会之间的一个与会群跟与会群之间，它有时候可能是同样的那两群与会，可是它代表的是完全相反的两个意图，那有没有办法？它有可能会造成说这个资料的数据被增加，或是同时就是被 double 的增加，或是 double 减少，那有没有办法排除这样的问题？第一个问题是很难，就是。以我在 OpenStreetMap 的经验是，你进去的资料如果是错的话，如果没有人去用这个资料，没有人去用这样的资料的时候，这个资料的错误很难被发现。你刚刚提到的是 Google Earth 啊，人家去建资料，这个社群不是很清楚，但是以 OpenStreetMap 现在有超过600万人在这场运作的过程里面，我们发现说，还是回到 Linus Law 啦，就是说。大家知道有一个另外一道 OS 叫 Linux 吗？对不对？ Linux 是 Open Source， 他的观点就是说，像这样 Open Source 的东西啊，你的跨域的保证只能越多人用的时候，那错误就越少，因为越多人用的时候，错误就会发现，然后呢，就可以把错误变少。这样的观点。那在 OpenStreetMap， 我们的做法也是一样，就是说很多事情呢，都必须要有人用的时候才知道说，哦，有人这个地方画错了，然后再去做更正。那当然 ，OpenStreetMap 有一些比较热心的人呢，他是一直都在看这些地图哪些地方画错，有这样的人啊。那第二个问题是，你刚刚讲的是这个语汇跟这个语汇之间可能是不一样的意思。
那我怎么辨识出来这两群的这个笔会是不一样，对不对？好，那我们的做法通常像是目前在应该像不是我们的做法，是自然语汇的分析里面通常会建一个庞大的语料库。那这庞大的语料库呢，对于每一个智慧呢，事实上都有一些 metadata， 就是说这个语汇呢是比较，比如说如果你是要做这个情绪性分析的话，就告诉你说这个语汇呢是情绪是 positive 或是 negative。那只要这个 tweet 这个文字呢遇到这个 positive 的语汇的时候呢，这个 tweet 呢就被分到这个 positive 的 sentimental。这样子的分析方法。那目前呢，这个语料呢相当多，比如说中文院有语料库，那也有 WordNet， 就是 WordNet。那我比较常用的是 NVIDIA 本身也是像你刚刚讲的这样子的语料库。哦，还有如果各位对于 Google 可能，Google 能力很好啊，查什么你可以查得到，所以呢 ，Google 也有这样子的资源叫 FreeBase。哦，就 database 嘛，那叫 freebase 也是可以用的一个很好资料库啊，还有很多啦，相当多，现在的语料库相当多种，就在于说你要用什么样的语料库，然后呢去做你要什么样的分析，就可以把不同的语汇把它区分出来，好，这样子。因为 Flick 的每张照片里面，它的提供者里面会去，就是提供者里面就有这个人的那个所在地，它叫 location。所以你如果有填的话，我会知道说这个人呢是不是台湾人，或是不是台湾人。那 location 如果不是台湾人，就把它区分成外来客，就这样子而已。什么问题吗？有没有突然觉得自己研究也许可以用到？可以尽量问哦。啊，各位如果有相似的研究，也可以分享一下。根据这样三支箭呢，政府现在正在做一个白皮书，叫网路智慧巴拉巴拉白皮书，很长啊，非常长一串。这里面呢，就所谓白皮书当然就是政策，就是说怎么样利用这样子新的科技啊，新的网路科技，新的处理方式呢，来去帮政府的效能，自己效能增加。以我观点来讲，因为我参加会议呢，以我观点来讲，就是只知道字面的意思，不知道字面该做什么事情的一个白皮书。简单来讲就是这样，对我来讲就是这样。我现在在 Twitter 这个案例呢，应用的方式是在灾时，不是灾前跟灾后。是灾时，就是灾害发生的时候，灾时或是就是正在防灾那个阶段。我现在就是灾前呢，是指灾害发生之前。那灾害正在发生的时候，比如说地震完在救灾的那个过程，就是救灾的那个时段。那灾后呢，我会把它定义成这个防救灾结束之后，这三个阶段其实做法不大一样。那现在的 Twitter 案例是因为看重于 Twitter 在资料的这个讯息传输的速度太快，我们必须要一个方式呢，建立一个比较好的方式，就像一个网子一样，从这么大的一个水池里面把鱼捞出来，若是把鱼钓到的一个方式，所以呢，我现在做的方式其实是在我
刚讲那个灾发生的时候，所要提供给更多这个救难人员的更多资讯，知道说不是救难人员的，而是你自己是灾民的时候，你可以知道更多讯息，来自于很多的在 Twitter 上面的 po 文。但是 PDD 上面要把资讯捞出来不容易，因为 PDD 的结构跟 Twitter 结构完全不一样，哎，那是结构资料结构问题。它是一个 po 文之后有很多推文。那你怎么知道？重点是它的整个 API 设计有没有让你知道说这个 po 文跟推文之间的关系有没有让你知道？如果没让你知道的话，你的 po 文跟推文就分不清楚了，你要怎么分析这些资讯就变得很难。我没有去用过 PDD 的资料，所以我没办法回答。但是你的答案是对，是 PDD 比较快，没有错。在台湾的话，有什么问题吗？就是那个，因为我们把 crowdsourcing 的概念所产生的知识，跟传统的 normative 所产生的知识来看，就是 crowdsourcing 所产生的知识，就是母体的概念比较模糊，因为它是某部分的 user 所产生的这个。所以说，如果说，说政府在做公共政策的时候，要用 crowdsourcing 的东西来作为决策的过程里面，那这样的资讯是谁所产生的，是不是很重要？那所以说，我们现在目前在产生这个，像这个这些，比如说路沙社啊，或者是说这个的污染这些问题，当它变成是一个可决策资讯的时候，我的那个资讯的群众的基础跟代表性变得很重要。那像这样的问题，在 crowdsourcing 里面会不会被讨论？或是它有可能说，就是如果我们从传统观念来讲的话，你对母体要一个抽样的过程，那这个你的这个资讯所承认的东西要跟母体要一定的一致性才行。那这是我是觉得说 crowdsourcing 最危险的地方，因为你不知道你的 sample 是谁，是某一个特定的族群，还是说它的代表性是很大的。所以像刚才谈中区的概念，那可能就是某个特定的这个年龄层的人的中区的概念，但是历史的或是哪一个，这可能就不知道，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就是说，感觉上在做这个语义处理的过程中，要很复杂的这个过程。那一样的事情，如果在不一样的 subject 上面，它在这个所产生的知识的 ontology tree 上面，可能会在不一样的位置，啊，可能在不一样的位置。所以现在的做法是，产生一个主题以后，就从最原始的资料产生一棵树，啊，知识的这个 ontology 的树，还是说你可以从这个已经产生的树再去处理，变成另外一个主题的东西，这样可以 save 掉多的这个，就是你要从最 raw data 处理到这个，就是说那个知识的结构的过程可以少很多。谢谢，很好的问题，就是这是比较深入的问题，谢谢问题。那第一个问题呢，事实上这是所有做crowdsourcing 的人都会遇到一个问题，就是 bias， 就是偏好所产生的，就是说每一个人对于知每一个人的偏好所造成资料的偏差，这个问题呢没办法去除掉，因为这个资料呢的来源就是大，就是群众，未知的群众，你不知道这群众到底是什么样的种族，什么样的年龄，或是什么样子的人，你完全不晓得，你是透过一个 API 所收集到的资料。那我可以告诉你的是呢，这个 bias 一定会存在。那在我们路沙社的案例里面的处理得到的经验是，这些 bias 呢，事实上，是高的，因为我们做一些刚刚讲的这个 species distribution 的 model 呢，我们比对了这个过去十几年来在这个 type 上面所收集的物种分布的资料
跟我们过去三年在路沙社所收集的物种分布的资料，两个呢利用统计的方法去做 uncertainty 的分析，然后分析出来它整个 pattern 的整个 pattern 是很相近，哦，所以呢这个 bias 在我们的案例，在至少在路沙社这个案例是比较没有那么明显，但是我不能跟你保证说所有的案例都是像这样，这我没办法保证，因为每一个 case 通通都不一样，哦，那另外谈到的是这个一个干预素的产生，是不是这个干预素就当成这个使用的基础，还是呢我有做另外的处理？我答案是我有做另外的处理。干预素的产生只是告诉你说这几个 tag 本身因为两个 tag 常常贡献在同一张照片里面，所以被我滤出来这两个这些字词之间有关系，但是它是什么关系我不晓得。你会看哦，刚刚 po 出来的图呢都是一个圈一个圈，里面有一条线，这条线的关系是什么我不晓得，但是就 ontology 的层级来讲，我必须要知道这一条线它是什么关系，甚至呢这一个圈里面代表的是它是在语义网里面，啊，它是这个 class 或是 instance， 也就是说它是一个类别或是一个实例。所谓类别是实例，就是说今天成功大学是一个实例，但是大学是一个类别，好，大学是一个 class， 成功大学是一个实例。那我先讲成功大学的时候呢，我让他的取里面一定要对应一个东西叫做大学，我才有办法把这一笔资料收进去，啊，所以呢这样的资料才有办法一直被我捞进去我的这个 database 里面，我的 knowledge base 里面。所以我之后还就是说这个干预素长出来之后呢，第二步呢就是透过我刚刚讲，刚有问我这个职位很多职位怎么样去做处理，就要透过这些已知的 knowledge base， 比如说刚讲的 Vbase、 Wikipedia 或是 WordNet 这样的技术呢，去把这些再去做语义上面的辨识，让他知道说我现在讲的这个成功大学呢是一个 instance 或是一个 class， 辨识出来之后再收进去，做法是这样。所以那些 instance 或是 class 会有一个 protocol 放在网络上，比如说如果我要哪样的概念，我就要 get 哪样子的东西过来就可以了。那刚才提到就是说他说什么那个 bias， 然后我想知道的东西就是在这个行政院长在写他的这个政策白皮书的时候，刚才提到他就是知道好像不知道说字面上是什么意思。那我们知道如果 bias 很大，作为公共政策或公共决策就风险很大。那个。你是参加会议的人，然后这个我们政府部门知道说用 crowd sourcing 来作为公共政策或推动政策的风险就是 bias 有多大，在会议讨论里面会有注意到这样的议题，还是说我就是要做，我是不是要 crowd sourcing 要用这个资料？政府的问题就是在于说，他当他讲说我们要做 crowd sourcing， 要做行动协作这个过程，但是他整个会议里面对于行动合作的讨论并不深入。每一个社群发言就五分钟，一个人代表就发言五分钟，五分钟演讲什么事情，这是一个很诡异的事情。那我所知道的，就是说几个构面啊，就是说他现在五个构面，其他几个构面跟社群的讨论是很深入，也就是说每次开会呢，社群足够讨论的时间去修正那现在白皮书里面的内容到底有哪些问题。那我参与的是国土智慧，国土智慧里面的讨论真的太少，也就是说国土智慧里面包含就国土智慧里面包的这个防灾嘛，防灾，然后那个防灾、城乡，还有交通运输啦。那这些类门里面包含的资料太多了，每一个类别里面所做的这个 cloud sourcing 或是呢我们说所谓的 collaboration， 就是协作的议题，事实上相当多的，那可以参与的不一样。那重点是在于说，怎么样参与，怎么样让民众或是社群参与，这个过程叫什么介入，而社群参与跟民众参与之后，你怎么能把意见再收回到政府部门来，哦，这个过程这个机制你要怎么建立。我们希望看到的白皮书呢是应该要把这样的机制建立，去防止所谓你刚刚讲的 bias 出现，而不是只有讲说啊我们有把这个意见写到白皮书里面去，对你写的我知道，但是呢因为你写的，所以呢更加危险，因为我不知道你要怎么做。难道三个人讲说我要这样做，社群讲说这样做，难道你政府要采纳进去吗？我的问题就是这样。对啊，其他问题吗？
如果没有的话，因为时间也差不多，那我们就谢谢邓老师，我给他一个掌声。那如果还有什么问题想要更进一步讨论，等一下应该还有点时间，可以私底下来问老师。